Hey, what's up, 街又嚟到 Wilson 介绍楼盘嘅频道啦。咁如果睇紧我 YouTube 嘅，记得 subscribe 我个 YouTube； 如果睇紧我 Facebook， 记得分享啦。今日咧就带大家睇啲二手物业，就系我身处而家后边 My Fair 嘅一期二期啦。咁身处于后方咧，就系其实一个商场，小型商场嘅入口嚟嘅。入面大概有十个商户，有 7-Eleven、Marketplace、酒楼、一啲西餐厅，包括屈臣氏。等等，所以呢基本上的生活配套呢绝对可以自给自足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带大家呢去看看一个今天准备为大家介绍的海景单位。Let's go！好啦，入到来呢带大家看一个日龙湾高座 D 室。嘅一個716尺三房嘅單位，大家睇到我身後個美景，係望到海嘅。咁當然啦，而家我身處於咧呢個位置係屬於方係西北，咁啊今日都有啲熱啦，所以我著依件衫咧，哇都已經濕曬啦。唔緊要，我哋即刻帶大家入去睇一睇現有呢個單位究竟個質素係點樣。Let's go！欢迎各位朋友咧嚟临我哋嘅频道咧，欣赏我哋为阁下精心剪辑嘅一啲二手单位啦。咁今日带大家进入咗白石角日龙湾二期嘅一个高层，能够望到海景嘅单位。其实大家睇到个景观咧系非常之翠绿，而且有海景嘅。咁我哋亦都即刻翻入去个室内睇翻呢一个三房一个洗手间。嘅單位啦，咁其實目測咧個裝修咧仍然係非常之新淨，咁先入去睇一睇現時個廚房個格局先。咁其實目測咧都係非常非常之新淨，而且個户型咧都係非常之好用嘅，就算你兩個人入去。真係去煮飯咧，都唔會覺得有焗促嘅感覺。咁啊，亦都咁講講啦，其實好多人咧都覺得白石角咧比較偏僻，咁其實而家已經增加咗，譬如306A 啊、306B 嘅一啲小巴線係來往大埔啊、沙田嘅位置啊，咁亦都有巴士咧來往依個大學站啦，咁所以其實喺交通配套上咧已經日趨成熟啦，咁啊亦都而家睇翻啦，而家單位嗰啲客房個佈局先，咁由於個客房咧就會望翻少少樓景啦。咁啊，而睇翻主人房個設計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寬敞嘅，而且仲可以望到內園同埋海景添，所以咧係海天一色，都非常之舒服嘅喺呢個環境入邊生活。好啦，大家係咪好中意一個海景嘅三房單位咧？如果閣下有興趣嘅，記得聯絡。我是今天为你介绍楼盘的 Wilson 咯，下一集记得再留意收看啦，再见。